能。哎呀，好多好多好多，在前面。哦，这边好多，来，好，来这边来。前面，每年十月下旬，此时长江蟹膏汁满腹，宝山湖的蟹农正在抓捕今年第一批成熟的长江蟹。快抓紧上！哎，还有，那上来。对，现在吃母蟹的时候，你们经常抓那个大的母蟹，啊。季西刚，宝山湖长江蟹养殖场厂长。每年长江蟹上市是他最忙碌的时候。来，白天阳光它不白的，天黑的时候就爬出来，一个晚上扎个2斤左右。哎呀，好多，今天有点疯了。看看来，今天真的很多螃蟹，你看这个螃蟹啊，就是我们明天上市的啊。来看看啊，那看这个螃蟹有6到7两了啊，你看，这个大母蟹已经成熟了，你看这个下面都抱起来了啊，可以上市了就是啊。今年是大丰收了。今年的第一次抓捕结束，收获不错，蟹农们可以安心回去睡个好觉。为了保证新鲜，第二天他们还要第一时间把大闸蟹进行包扎出售。这个草学名叫钢草，是长在长江里面的，一般高档的螃蟹绑这种东西，煮出来一种香味的甘草香味，很香的。是黄骨子鱼，海里面的鱼。螃蟹在成熟的时候给它吃的话，就是增加鲜度。一亩地要1斤2两的甘玉米，知道吧？8两的紫薯，吃了螃蟹会得发红的。红萝卜，增加红萝卜素嘛。螃蟹吃了，已经黄会红的。除了饲料讲究，要养好高品质长江蟹，绝非这么简单。就像绳子一样，它爱吃荤的，吃素的，保持在30公分，你看能见度，能见度啊。这种草看得到这个草，但是也不能看到底下这种的。有些种一种草，我种了3种草。这个一大早就是，万一吃这个草，人也可以找，这个调制水质。大闸蟹好啊，干净吧，又白又大的大闸蟹。你看，这螃蟹，就宝山湖长江蟹，这个青背、白肚、黄毛，对吧？这个总共有7两。我们这个池塘呢是26亩，饮用长江水过来的，2级保护水源区。水产就是把水调好。要操纵好，再养殖低密度的长江蟹。用好水、好饲料，低密度生态养殖出的长江蟹，只需要简单的调味，即可上锅清蒸。吃的就是长江蟹最本鲜的味道。宝山湖的长江蟹，个头能达到7两以上。蟹腿硬，蟹黄香，肉质鲜甜。除了清蒸，上海人还喜欢将年糕与大闸蟹搭配，柔柔韧韧的年糕能够充分吸收蟹肉的鲜香，成为了一道家喻户晓的本帮名菜——毛蟹年糕。看看这几年来，真是从一片荒地到现在的蟹猴馆造起来，我们这个池塘造起来，现在游客也很多啊。从一片荒草遍地的河滩，如今改造成了1000亩生态蟹塘，在这里养出了高品质的上海宝山湖长江蟹。老季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倍感欣慰，也让上海市民的餐桌上多了一道美味佳肴。